我先去洗漱了。我是不是行动？没一直不想扑呼呗，就是怕发现我是被领养的事实。你一定要帮我查明真相啊，嫂嫂。怎么帮呀？明天我哥出差，你请我。喂，万一怎么样啊，嫂子？你确定你哥带了吗？我怎么找不到啊？你当然找不到了。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。Bye。 你骗我，挂了。小北，我拿几杯奶。哦。那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？还有那分明就是想把我问罪，然后对我。衣服不是我的，我那是个意外。不是你的，从你包里拿出来。除了你还会有什么？万一看仔细了，这是洗手巾，看仔细点。哎，我刚想起来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既然万一这么用心良苦，可不能让他失望。这个月项目都按时完成。下一个。没事，你继续。没事。五月天演唱会，好想和你一起去。去可以，立马停你现在的行为。没事，你们继续。